漂亮女孩想要以最完美的姿态约见男友，于是给自己换上了一条紧身的牛仔裤。可下一秒，我理个乖乖，牛仔裤竟然被自己那200斤的身体给撑破了。眼看着男友还有三分钟就到楼下了，女孩心急如焚，赶紧给自己抹上了不要钱的粉底霜，在自己脸上来回摩擦。可就当她照起镜子时，她直接被吓出了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。只见自己的鼻子上竟然长出了一个美丽青春痘，她被吓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她赶紧往青春痘上抹了9982层粉底液，可是丝毫没能掩盖住自己的美丽青春痘。这时的女孩崩溃了，她抱着头大声哭泣起来。可就当她抬起头时，她发现自己的脑门上竟然多出11个手指压出来的小坑，女孩当场就被吓得亚妈呆住了。她赶紧用手不停地揉搓起来，仅仅过了一分钟，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头上的那11个小坑不仅被自己揉没了，而且自己搓过的皮肤也开始变得更加有弹性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她发现自己的鼻子如果能再高一点那就完美了。紧接着她尝试着用手轻轻地捏住自己的鼻子，往外这么一拽，鼻子瞬间变成了自己想要的形状。女孩见状开心坏了，随后她又尝试着把自己的鼻子捏了回去，鼻子又神奇地变回了以前。接着她转头看向了旁边的杂志，心里竟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